这个办法而已。
即马去地下室开车。啊，等下，你甲即个，跟起楼卡，咱伫电梯口迄边稍等。我接了，是要怎讲会当啊？那呢，我等下起来甲你斗相共。啊，趁我去开车这个时间，你四处检查看卖，甲迄个货哦照进去，啊，顺续哦，全部搁整理一遍，卖留一寡线索互人怀疑啊。车锁匙嘞，敢毋是拄只相拍时阵落伫房间内底？头拄卢彦斌根本就无甲伊杀死，即摆真正杀死人的是我，我无想要搁放过啊，我无想要搁放破刑啊！捡到你车的锁匙，落伫涂骹。你即马随机开车。锁匙找着就好啊啦。咱先哦，做伙看，顺顺的有啥物所在搁漏交的，啊，然后才做伙把这个卷落啦。免，我头拄已经甲你可能有住的所在拢试过啊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莫搁顶动啊。你即马随机开车就好啊。好，我去开车。啊，你会记的，伊的手机啊，爱收起。就给他好，我怎样？我快点，我快点。今嘛根本无人知影，人是我杀的。既然罗彦斌认为伊家己这是杀人凶手，就算被发现这命案，到最后嘛是罗彦斌会去替我打罪。飞弟，飞弟，伊即马心肝内就只有杨小刚，
对我再也无感情啊！既然是伊先对我无情的，嘛莫怪我对伊无义啊！这里，到家了，你的家处理上好啊。好，咱紧甲送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手机也先给我。好。这支手机啊，要用面部解锁才拍开啊！啊，面部解锁了后，后边的代志较好处理啊。啊，不过我会惊呢。你哪会惊？你外国的莫看啦。不是啊，啊！伊倒伫个涂骹的时阵，目睭敢是拍开的？我哪会记啊？我迄个时阵心情足乱的，根本就啥物拢放袂记哩啊！你动作较紧，我即马行到拢来去给我赔啊！当谁过来？那恁咱今麦干咪咱甲杀落啊？会啊！姐，那杀人！啊，歹势哦，这袂用怪我，是你家己伤过低，搁该做得来的啦。我嘛是不得已的，可是。今日的代志，袂当予任何人知影。你放心，静静，你为着要照顾新阳，拢无机会去认识好的对象，即马就无简单，才找到家己的幸福。虽然讲咱两个人有缘无分，啊，不过我也是希望你当甲你相爱的人，小伊小我，平平安安过一世人。所以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用我的性命。来守护这个秘密，可是多谢你啊！是我爱甲你说到啥才对，搁较安怎讲？你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才无说你甲迄个人害死的。我袂当恩将仇报，是讲有一点我想无，你哪会雄雄出现伫饭店？搁知影我伫内面做直播啊？就这个猪哥啦，伊有创一个社团，内底的人拢伫看你这款直播主。啊，伊较早伫迄间饭店食过头路，所以透过迄个画面就知影你伫几号房。啊，伊就讲要去看你生做啥款，看是会当顺续做一寡性交易啊。啊，我惊你受到伤害，我就做袂过。恁哪会家己迄款的社团啊？啊，有一届饮酒的时阵，无细里看到你的直播啦，啊，就是伊邀请我加入迄个社团的啊。所以你一看到直播，就知影迄个人是我。是啊。
安尼，袁世肯尼应该就是你对无？嗯。莫怪，我就伫咧想讲，哪有人送遐尔侪礼物，煞不提出任何要求，而且礼物送了就走啊，拢无想讲要留落来看跳舞。安尼等于是哦，白白送一互我。我知影你足辛苦的，不过我嘛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份好的头路。啊，我知影你辛苦，我阁无立场提钱给你，所以我干那会当用这种方式。啊，不过即马这种代志发生啊，你袂当阁做直播啊。社团内底真侪人知影伊去找你，若是有人调查伊的失踪，真紧就会查位你家来。啊，不过做直播是我目前上稳定的收入啊。我若是放弃啊，阮妈疗养的费用，我就唔知要安怎才好啊。钱的代志你唔免烦恼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你对我真好，不过我今日害你惹出遐尔大的麻烦，我实在是感觉足对不起你。莫想伤济啦。自即马开始，咱就好好过日子，个人过个人的。今仔日的代志，就该完全放掉。